你们好啊。他突然进来了啊，我以为客人进来吃饭了，一看哟，陈书记，我的新书记好。来几年了？我在这二十年。还行吧，生意好吧？祝你们这个生意兴隆啊，给你们拜年啊。什么时候我也来你们吃一根？就没想到他会来我们的小店，特别高兴，回家跟亲戚朋友说，哎呀，总书记看到总书记了，上我们的店里面去了。大姐，你的汤好了，还有烧饼加鸡蛋。这里习主席能光顾我的店，这就是最大的收获。今天咱吃呗，我请你吃。多少钱一碗？18。做个烧饼。这些来料都是到哪儿买的？我们都在那个市场，那个网上，美菜网上。好，别耽误人家吃饭。我们做20年了，我们上户都上，接好的上。嗯，我们上那什么就肉什么的，我们都自己上。啊，买什么我们都接好的买。啊，不买吃东西。我这回头客特别多，主要大家能光顾我，心里特别踏实。我会在这好好干的，我就把我这心情带回去，告诉大家，习主席上我这儿来光顾我小店，来慰问我来了。这个年过得就特别好，特别开心。